敢穿肩头就哦，很快肩头的露脚趾的长短头发的都不可以。真假的？对，所以我爸没有说出来，但是我妈就不会做。你会跟成龙离婚呢？你有斜头剪的，而且短头发。没有，你知道那种，你这种还好了。我看刚才那种尖到是很尖的，很长很尖那种，快要变牛仔。我也不喜欢。所以妈妈不当明星之后，还是留像电影里面的长头发。对。所以你说他就真的有在遵守每一项规则？也不是真的，我爸有写出来，有提醒过他。对啊，那在家里要用慢动作跑步吗？你看啦！天哪！可是你会喜欢像妈妈这样的女生吗？就是真的是听你的。我常常会拿我妈这个标准来看其他女生，跟比如说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开始会看啊，你看。我妈就这样就开始讲。那你有没有就是在心里想说，女朋友不准做哪些事情，不然你也就不会喜欢她？鞋子最好不要穿了，我不喜欢了。所以父子俩都恨尖头鞋。我爸为什么不太喜欢？应该是因为功夫武打片常常被尖头鞋踢的。你防万一有一天我做错事，他用那个来踢我吗？可是女友短发 OK 吗 ？OK 啦 OK 啦，因为短发会长嘛，对不对？所以造还是要留长，怎么办？留长啊！那你的想法也很传统啊。对啊，蛮传统。所以长发可是一定要直的吗？不可以是卷卷的？哦，那就无所谓。无所谓，因为还是可以直嘛。可以染金的吗？还是要弄直啊？染头发不行。多变化的，不能染发。最好不要。可以有刺青吗？哦，绝对不能。因为我没有，完全进不了他们家门。朋友是无所谓，朋友是无所谓。朋友可是女友不行。女友不行。是你不行还是爸爸不行？我看我全家都不行。当初你去赛车的时候，有跟成龙问得很详细。他是对我冷淡。我想是刺青跟尖头鞋惹到他。啊，对，你赛车力很强哦，我有你赛车的照片，待会给你啊。真的吗？对啊。因为那天赛车是我跟大。肯定你有照片，因为他开得好慢，你怎么拍都拍得很清楚。对，啊，对，是你说的，你说你可以慢到听到观众跟你打招呼，对不对？对，因为一般赛车都是咻咻咻咻咻，就你根本就是呜呜就没了。然后我跟我姐开过去，她说加油啊，快踢啊。有很长的时间可以 conversation， 因为太怕出车祸。你有跟你爸爸顶嘴过吗？没有顶嘴，只是说变，但是最后还是要做他要我做的。所以他叫你做什么，你会跟他变一下？我想不出来，但是他反正就是最后都是爸爸不可以喝醉被媒体拍到啊，这也是肯定的，对不对？这种事他会讲哦，对啊，他说小心点，不要就是。我们姓房的不要把我们的家里名字用坏哦。这好像电影里讲的话。对。所以你们家是常常出现电影台词，对不对？常常。对。就是你是房家的人，你要争气这种话吗？对啊。哇。而且他都不自己想话讲吗？都从电影里面直接讲话。一直掉以前的剧本。妈妈会扑上去挡住你，因为打那一下可能就已经不会，我爸不会打我，我一下我就应该就不在了。所以你们家不走打的教育？我妈打的。你妈打的时候，你爸会扑过去说别打他。不会了，我爸会，你还需要什么吗？这样会拿有没有？爸爸应该会用醉拳跟妈妈对打。可是你不会想要跟他，比如说聊说你接下来想要做什么演电影的啊或什么的，他不会想听吗？他不会想听啊，他说你可能你这一年做了，我拍一部戏就你就可能要做十年了这样啊，我就不用跟他聊，没事可以聊。啊，我爸狠狠的讲话的时候，就是很不留情面。踩他是踩拍的，就踩把儿子踩到没有的那种。那他会夸奖你吗？他说夸奖你的人已经有了，我不要需要去做这个角色。所以你演的电影如果首映。他去看你会很紧张吗？会啊，而且有一些电影我是不要他去的，因为我知道可能他没有什么兴趣。所以你说你从小到现在他没有讲过一句夸奖的话？有啦，但是就婴儿时期说好可爱哦。没有，我爸第一次看到我 baby 的时候，有人跟我讲是我干爸干的，他说他哭了，但是他却觉得我那时候还蛮丑的。因为我小时候很丑，现在也啊不怎么样了。但是他说你跟你爸很像哎。啊？什么？然后有阿姨问我妈是不是抱错孩子，对。所以你说爸爸哭是因为你丑吗？我不知道，我没有问过。我希望不是感动啊。是感动，没有哭啊，鼻子比我大。然后
谁。那爸爸会干涉你的女朋友吗？跟他妈妈一样，都没有一个学的漂亮了。因为那我爸嘛，对，他看到是，他就走了。我说 What？ 还不漂亮吗？他说哎，这样就走了。因为他看过的美女太多了。他可能对。所以他有跟你讲过除了你妈之外他觉得哪一个女明星是真的是漂亮的吗？哦，我很害怕了。没有，都有了，这都没有，就是说以纯粹欣赏的眼光，不是说怎么样，你就讲了，就还不错啊，这都好了。那个这一张馨你真的会我们逼着香港自己做结论的，好可怜。但是我觉得我很欠他，因为他明明来这趟，萧亚轩你带来的，你真的玩的太大了。你要跟他在一起吗？什么？说要跟他在一起？他说他欠你啊。对啊。没有啊，接下来没关系，没有，接下来我发专辑给你了。对对对。嗯，已经说好了。哎，对啊，因为你接下来也是有可能到台湾发展。房祖名接下来发专辑。嗯。下。他有才华哎。会自己写歌，吉他唱的也好。然后我小时候跟他会合唱一首的话，嗯，我觉得经过这一集，你势必是得跟他合唱的，对，免费拍。而且我完全不介意跟他全绯闻，因为我是无所谓，没差是不是？哎，这样算告白吗？不是，不算，这会被剪成新闻，明天播。你说你觉得不介意，就是因为你觉得根本不可能吗？对，就无所谓。这种一定会擦枪走火的。对，最后可能就会发现。那我们就祝福你们两位。好了，这位要让 Elva 唱歌，他要唱一首慢歌，我们欢迎下一位。不知谁，昨夜没有睡，叫醒了那一朵红蔷薇。短短的，就在这一夜之间，全然盛开，是如此灿烂，如此绝对。难道他也在想念着谁？莫非他也能体会我的眼泪？想起你，我还会心碎。鲜红的好像我心中那道旧伤口流的血，哦哦哦，在心中百转千回，多想再见你一面，让我知道你心中也感觉我们的暧昧。康熙选女婿，个个人中之龙啊！你还有想要摸哪里吗？郭杰，放着放着放着，不要走！马医生，你站住！马医生，我有带上给你。真的吗？怎么样？好看吗？你要怎么谢谢送你鞋的人？谢谢。明晚10点，中天综合台《康熙来了》。